第五个动作，双脚交替向外提，扶着台柜，面对台柜，身体保持直，不移动上身，把一只脚稍微向旁边伸，保持动作。返回原位，换一只脚做，每只脚重复两到三次。太容易了，慢慢的增加次数，直到15次，慢慢的减少扶着台柜。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如果你感觉好，而且想做多点，那么继续吧。